对对，看看这一台，手头上很高那一台。手真的很高，那挥手那一位，对啦对啦对啦。再看看您的左手边绿色的，你选那一位，他今天。萧敬腾应邀出席时尚全球购物夜，担任派对压轴嘉宾，一袭雪白大衣搭配高跟球鞋，让老萧顿时很有时尚 feel。 此外包括郭书瑶和鬼鬼吴映洁也都精心打扮出席盛会。这热是会啊，对，但一下下还好，对，那它只是一个形态式的嘛，对啊，又不是说我 每天都这样穿，对，所以它在这个环境这个场合是没有问题。穿那么高的鞋会不会怕冷？要小心啊，要小心啊，对吧？大家你们一定都很有经验，对啊。现在鞋子都其实蛮流行，就是很高这样。出席购物派对有没有激起买东西的欲望？没想到萧敬腾给了很理智的答案给大家。车子要看缘分，对啊，然后有看到就了解一下，对啊。那东西都是啊，很多东西就不要冲动，然后看一下是真的喜欢，然后它可以在你的工作压力上面，如果可以分担一些东西，一些，对，我觉得挺好的。对，所以平时会是在网络上消费的？这种情况是？你说网络订东西会啊，不会啊，但不是我去，就是我可能看到东西然后请我的同事帮我。所以会冲动会啊。